夏令营要办自赎，收4000好毒。我哋寻日踢爆谢思华文嘅基因教育，搞猥亵夏令营，着泳衣互相耻笑，又要玩格斗，输咗要同阿Sir打过。 搞到啲学员声情大变，吴烈辉同另一个27岁姓黄嘅导师前日被警方拘捕，吴烈辉暂准保释候查。我哋寻日就踩上佢哋喺湾仔嘅 office， 咁啱撞到佢老婆。其实咧都系想真系可唔可以解释下，即系今次咁大件事咧？事实话，佢哋仲要求学员做出自作嘅动作。男嘅就着住孖烟通赤裸上身扮爱神，女学员就被要求着得性感啲跳肚皮舞。警方已经帮两名学员落口供，仲联络紧其他参加者。我哋仲查过呢个所谓突破自我嘅 course， 个营地收基因每人每日只系$57，加埋3餐食宿每日$71.5，3日嘅成本都系4嚿水到。 不过基因就收家长成4000蚊，有几粒水即系有数得计噶。预约糖破壁灵芝孢子初步临床证实，或有助稳定血脂、血糖、胆固醇。我信预约糖。